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，我是邹嘉玲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非常的梦幻，也非常具有魔力哦。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很有才华，也非常年轻的魔术师杨振宇 ，Rabbi 杨来到节目当中。Hi Rabbi， 你好。那你看，你穿起来非常的成熟，就像个魔术师，像个专业的魔术师。但是其实你今年才17岁呢。嗯，是的。对，然后是在这个 Irvine 的 University High。对。Sophomore。是的。那么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学业非常的忙碌，那但是你在忙碌之余呢，还成立一个魔术俱乐部。俱乐部，对。哎呀，这么忙还想要成立这个魔术俱乐部，为什么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第一年呢在学校有一个 talent show 的表演，然后啊我都是自己表演的，之后我就发现大家很喜欢我看魔术，然后我就想，那为什么不让大家都过来一起参与到其中呢？就体验一下乐趣嘛。然后所以现在就，所以第二年在 sophomore year 的话，我就有几个同学跟我一起呢在台上表演魔术，然后效果也非常好，所以自己开心呢，让别人也更快乐，那种感觉蛮好的。那你平常在这个俱乐部里面都做些什么呢？一般的话是我呢会教大家一些魔术，然后我们呢会交流，就是学习的心得呀之类的。那你平常是怎么学魔术的呢？你有没有拜师学艺，还是说你自己用功的？其实主要还是自己上网学，然后就有时候我看一些魔术师表演的视频嘛，然后就是通过他们的动作，然后从里面就汲取精华，然后来表演。哇，你自修行的，那不容易哦。那你最喜欢的魔术师是谁呢？我最喜欢 David Copperfield。他是这个十足了，尤其是这种视觉性的，所以呢，你也以他为目标，对不对？那今天很开心，既然来了，一定要为我们展示一些没有让我们会赞叹的魔术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Let's do the first one。OK。好。所以我这些魔术我都还没看过啊。哦，这里面有两个纸杯。啊哈。啊，一杯水。啊，这就是杯普通的水。好。那请我喝水啊，知道我话讲很多。第一个纸杯。倒上水。倒点水。啊，这个呢，请您放在您的头上，然后用手扶好。你真的 OK？ All right。面向观众就好。我是被罚站是不是？第二杯呢，我也倒上水。OK。好，非常简单，我来解释一下好了。这个魔术呢，就是我呢要让咱们头上的水一起变消失掉。OK， 那真的是一个魔术，我要到看看你怎么样能够把我。听起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很不可能。好，非常简单，需要呢一个魔术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好的。好，我来先简单的做一下。好，好，就是面向观众，像我这样慢慢的，要转一圈啊。对 ，OK， 自转一圈。好，现在还不要，现在还不要。OK，OK、okay. okay.。好，有两点呢，您一定要注意。第一呢，就是注意力一定要集中。好的。第二呢，就是速度一定要慢，因为速度越慢，它这个魔术的成功率也就越高。好的。OK， 好 ，Ready。好。所以我先面对着你。OK， 好。所以我呢往我左边转，你呢往你右边转。好的。OK， 三二一。我们要转回面对面吗？对的。好。OK。那么现在魔术呢就已经完成了。哦。相信吗？好，您呢先不要动，仔细看好我头上这杯水。一二三。水呢就完全消失掉了。OK， 我还不能动。好，现在请你把你的水给我，你可以动了。OK， 好。您刚才注意力够集中吗？应该够吧。好，我们来测验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请您稍微下蹲一点。好，我数到三呢，就快把头上这杯水呢向您的头上倒下去。嗯哼。如果您注意力够集中的话，水就应该已经消失掉了。我看看有没有集中，刚刚有没有集中？应该有，应该有。那如果不够集中，水还在的话，那是您的问题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就变落汤鸡是吗？哇！好，准备好了吗 ？OK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哎呀！好，谢谢。刚刚明明就有水啊，怎么这么厉害？That is amazing. OK， 这个实在太神奇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好，第二个呢也非常简单。我现在还在跳，还是跟水瓶子有关的魔术。OK， 好，好，这一个纸袋先检查一下，没有问题。空的，空的。双手没有问题，纸袋是空的。好，
这里啊有一个酒瓶，我把它呢放进纸袋里面。 OK， 好，看到酒瓶还在，还在。好，数到三呢，我就可以让酒瓶消失掉。 OK， 好，仔细看啊，一二三，现在酒瓶就已经消失了。是吗？但更困难的是要让酒瓶再变回去。这倒是真的。看，酒瓶又回来了。哎，这当然不算魔术啊。好，我来做慢动作。好，你刚刚只是用纸袋包着吧。看到酒瓶的形状还在。好，三二一，哎，真的不见了。好，谢谢。你刚刚那个水把我吓坏了。我都一直在想说我刚刚有没有听你的话把这个注意力给集中起来。不过呢，真的是我觉得魔术啊真的是给人一种惊叹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虽然是小小的一些，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是一个 trick，它就是魔术嘛，但是呢，在你在身在其中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像小孩子一样，然后呢，心中充满了幻想，然后有这种很神奇的一些魔力在里面。对，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。父母亲对于你做魔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嗯，他们都挺支持的，像每年春节的话，我都会在家里演一些魔术啊。太棒了！虽然一般都是我主动要求要表演，他们都。看太多了，所以大概也看得很开心。嗯啊，非常恭喜你。那么也希望呢，你在这个探讨这个魔术的道路上呢，更开心、更欢乐，带给大家更多的欢乐。好，谢谢 Ravi。OK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马上回来。